我们的第一个抗议信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呢，和上次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们要求这个中国大使馆对齐眉啊，就是大使，然后呢让他出来，给这个季新奇，就是他们的这个国防武官，然后就是向我道歉吧，因为这个人对我进行的这个拍照的，可能是拍照，也可能是录像。这个要求很简单嘛，我们要求也不用写太多啊，就是一张 A4 纸就能写下来。其次呢，就是要求这个中国共产党，就是向我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和国家这样。这次来的话，就是要求就是我们的两个方面的。然后刚才我去那里，邮寄这个信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没有人能够开门啊，所以他这次我们就把这个抗议信的这个抗议信也给你开邮寄。地址就是这个地址，然后因为抗议内容发生这个。